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 Kaggle Days 的现场，也感谢 Kaggle Days 的邀请。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叫做 Winning Computation with Deep Learning Skills， 就是主要是根据我这一年多的 Kaggle 经验，在 Deep Learning Computation 上面的内容做一些分享。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我现在是在腾讯从事 AI 医疗算法的研发工作，然后这是我的 Kaggle profile， 然后目前为止共参加了26场 Kaggle 竞赛，然后获得了9个金牌和3个银牌。然后在去年一年里面，我在 Kaggle 平台是相当活跃。然后今天是10月19号，在去年的10月19号的时候，拿到了我的第一个 Kaggle 的Gold Medal， 然后随后我连续参加了 Kaggle 平台上的5次竞赛，然后拿到了5个金牌，包括一个 Solo Gold， 然后也顺利成为了 Kaggle 的 Grandmaster。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同时保持着在 Kaggle 平台的活跃度，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我的排名到达了第10名。然后今天是10月19号，然后这是我这一年的 Kaggle 的整个的经历。然后整个这一年的 Kaggle 经验的话，我主要集中在 Kaggle 平台上的 Computer Vision 的比赛当中，然后也会有其他的一些 Deep Learning 的比赛。所以今天我的分享主要是基于我在 Kaggle 平台 Computer Vision 比赛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 Kaggle 平台的一些 Computer Vision， Kaggle 平台的 Deep Learning 相关的一些比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3个月当中，有12个比赛是 Deep Learning 相关的，而其中有11个比赛是 Computer Vision 相关的任务，然后还有3个任务是，医疗影像相关的。所以这相比去年的时候有了巨大的增长。然后 Kaggle 平台目前的竞赛也被 Deep Learning 竞赛相统领了，所以说看到这些竞赛对 CV 的选手其实是非常友好的。然后我今天的分享主要的也是集中在 CV 比赛的一些经验。针对 Deep Learning 相关的竞赛呢，我们会需要一些准备，然后。这是我个人对于 Deep Learning 竞赛的一些准备。首先是 GPU， 这是我们跑深度学习的硬件，这是必不可少。然后第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 paper， 因为 Deep Learning 领域发展非常的快速，那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 follow 最新的进展，然后及时的实验。同时 Kaggle 平台提供了非常多的数据，那我们可以实验不同 paper 不同算法在该平台各种数据上面的性能。同时我们也需要利用很多开源的 open source 的 code 来帮助我们去建模。然后下面这块是我自己的一个 workstation。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入门深度学习。那个时候我的硬件大概是一块1070的显卡。那个时候可以支持我完成一些入门的学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升级我自己 workstation 的硬件。那目前我自己的台式的电脑可能有2块1080Ti的显卡，这能够支持我完成大部分的 Kaggle 的竞赛。对，这是我总结下来目前为止我参与深度学习竞赛，也就是 Computer Vision 相关比赛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去理解相关任务，理解这个数据，就 understand the data。 同时第二步也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线模型，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一步。在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基线的模型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继续的深挖数据，深挖这个任务，去找到该任务下的一些 trick， 这是获胜的关键。然后最后我们可能会对模型做一个 ensemble，
这也是大家可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比赛当中的一个技巧。最后其实我放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是伪标签，就是因为最近的 Kaggle 或者是Computer Vision 类的竞赛，我发现最后的 solution 总会包含这个东西，然后对于整个你想要尝试一个 Deep Learning 相关的竞赛，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Pseudo Label 是非常有用的。下面仔细讲一下，就是我对这个 Strong Baseline 的理解，就是对于一个 Deep Learning 的比赛来说，或者说一个任务来说，我们开始建模并不一定要去用非常 fancy 的网络结构或者 loss function， 我们只需要用一些常用的或者说是可控的性能稳定的一些基础的模型，然后我们也不需要用特别复杂的 optimizer， 我们只要用 momentum SGD 或者 Adam 做我们的 optimizer。 同时 data augmentation 在我们的 baseline 当中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用大量的实验深入的研究到底哪些data augmentation 对我们的模型有帮助。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建立一个可靠的 local validation。 那整个这一套下来我们经过反复的迭代，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个比赛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那我们的 baseline 的目的是什么？我们 baseline 的目的就是在没有特殊的 trick 的情况下，我们的成绩能在 leaderboard 上能排到一个 top 20或者 top 15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一个高分的一个银牌水平。一旦你具备了这种建立这种强力 baseline 的能力之后，你可以在不同的 deep learning 比赛重复利用你的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你可以搭建你的 baseline 的一个 pipeline， 你可以叫它为 strong pipeline。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computer vision 的选手常年霸榜各种 computer vision 的比赛，因为他们的 baseline 非常的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 strong pipeline。 那他们的 baseline 可能就是 top 15，只需要再去微调一下他们模型或者找到一些 trick， 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比赛当中得到前10或者前5的一个成绩。然后在这个 strong baseline 搭建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些 tips 要给大家，就是神经网络的训练一些内容。首先就是这个 optimizer 跟 learning rate schedule 的选择，不需要尝试特别 fancy 的东西。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新的数据，可以尝试使用 Adam， 然后0.003的 learning rate， 首条的 learning rate， 然后你的网络能够收敛之后，你可以试试 momentum SGD， 你可以再试试 learning rate warm up， 然后你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cosine 的 learning rate。 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使用 Adam 会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 tips 的话就是关于 batch norm 的一个 tips， 然后这块我会很快过一下，主要是提醒大家神经网络训练当中一些小的细节。Batch norm layer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用，经常能够很好的 work， 但实际上它也会犯错。所以说这有一个 example， 就是最近刚结束的 recursion 的这样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当时我们是第三名，然后这个比赛有非常特殊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multi domain learning 的问题。而这个数据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那刚开始大家建立 baseline 的时候，可能分数都特别低，那 leaderboard 的分数可能都不会超过50%。那其实最终的比赛的成绩已经达到96%+，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 baseline 模型 batch norm 出现了问题。那可能一般的新手或者说经验不是很充分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数据，然后有fifth place 的 solution， 然后很详细的讲解了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用通过其他方法来替代缓解 batch norm 的问题，所以说是一个简单的 tips， 需要主要是提醒大家要关注神经网络训练的一些细节，然后这样才能帮助你很好搭建你的 strong baseline。
下一部分就是当你拥有一个 strong baseline 的时候，你想继续的突破，然后并且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就需要深挖下面的一些trick。我们把称为我把这种 trick 归结为两种 trick， 一种是 task specific trick， 就是跟任务紧密相关的 trick。那比如说我做 computer vision， 要不有任务是 image classification， 那我们有各种对于 image classification 优化的 trick， 对吧？然后如果我们做 object detection， 那我们会对 object detection 有各种各样的 trick。那这些 trick 哪来呢？就是同样的，你需要阅读大量的 paper。你需要从 paper 里面找灵感，然后去实验，去总结，去得出到底哪些是 work 的 trick。 那下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针对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特点，然后我们需要深挖数据的 specific 的 trick。 那当你拥有了一个 strong baseline 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你 strong baseline 的 bad case， 然后从 bad case 当中反过头来去思考到底数据的问题出现在哪。后面我会讲两个这个比赛的案例，然后会对这个 trick 这一块有一个回顾。然后 ensemble 这一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或者说非常熟悉。有些人会说 Kaggle 竞赛没有什么，就最后只靠 ensemble。那其实可能不太对了。对于我来说 ，deep learning 相关的比赛，weight average 永远是很好用、很简单的，仅仅是把这个多个模型的结果加权平均了一下。那其实你可以用 neural network 来做你的 ensemble， 你可以做 stack 等等。然后这是我们之前参加的 free sound 的一个比赛，然后最终是第二名。然后这是我们队友在最后做了一个 stacking。把我们多个模型的结果从可能前十的水平一下子提到了第二。然后这个是钱老师的 code，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这个 solution， 非常简单但却很有效的一个 neural network 的 ensemble。 这么简单说一下这个伪标签的事情，因为伪标签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如果参与竞赛的话可能都了解，其实它是非常简单去使用但是却效果很好的一个 trick 吧。我们可以把高分的 test 的predict label 反过头来去喂进训练里面，当然你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样本的选择。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仅可以从 test set 生成一个伪标签，我们同样可以从外部数据没有 label 的数据生成伪标签辅助我们的训练。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你只可以用在就最终的那个 stage， 因为你首先你需要 overfit 这个 public label， 就是然后再得到高置信度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反过头再去做训练。然后你需要非常小心不要 overfit 在这个伪标签上。那往往 deep learning 的比赛通过这样的技术总会在最后阶段有一个成绩的 boost， 有一个提升。然后我会分享两个竞赛的案例，都是 computer vision 的竞赛，然后两个比赛都是第二名，也都是我 solo 完成的。然后第一个比赛是 Kaggle 平台上面的这个座头鲸识别，然后第二个比赛是CVPR 的一个 workshop face anti spoofing， 人脸的活体检测。最近是可能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新闻上可能有一些反应是某些公司的产品可能没有设置这样的一个活体检测，导致这个小学生能够把人脸识别给击破。首先讲一下这个座头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背景是 Happywell 这个网站，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网站，让用户去观鲸的时候把他们拍到的照片能够上传到他们的 server， 然后他们用算法来匹配库里已有的鲸鱼，
然后得到这个鲸鱼的 ID 的信息，就免去了人工的环节，然后最后可以分析鲸鱼的这个生活的习性，帮助生物学家去很好的 去理解鲸鱼的这个习性。然后这样的一个数据，这样的一个 task， 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通过鲸鱼的尾巴来鉴定这个鲸鱼是哪一头，就是 identify a whale by its tail。 而这个数据其实有很多挑战，其实它有5000多个类，然后极其的 unbalance， 所以这块可以大家先不用 care。 然后我们去看这样的数据的时候，可能会似曾相识，就是通过鲸鱼的尾巴来识别鲸鱼，其实跟人脸识别，通过人脸来识别人，通过人体来定位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说它跟两个 task， face verification 跟 personal ID 其实息息相关或者很类似，但是它的数据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没有之前没有很多 paper 去研究这个鲸鱼尾巴是怎么识别怎么匹配的，那么我们可以阅读很多关于人脸识别关于 personal ID 的这样的 paper， 我们到里面去寻找灵感，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如果有相关领域熟悉的同学，其实很简单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网络结构，一个 ResNet 再加上Softmax 加 Triplet Loss， 其实是一个 personal ID 的一个baseline 模型。那我们把它用到我们这个比赛当中，然后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然后单模型的话 ，ResNet 18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分数。OK，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线的一个模型。其实，在比赛初期的时候，这个基线的模型已经能够排进 top 10，可能在前一个月已经能够排名到 top 10。其实并不是，可能并不是因为很多参赛选手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 pipeline， 而是说他们的训练策略或者说数据的喂进去的方式可能没有非常详细的调参。就像我之前说的，比较有经验的 computer vision 的选手，他们会有自己非常强的 strong 的 pipeline。那我用我很强 strong pipeline 和完整的 pipeline 去跑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的训练，我的augment 全部优化过了，那我的最终成绩就会非常的可观。那接下来，相比于 baseline 模型，我们的 strong baseline 模型修改了什么？就 loss function 的部分 ，loss function 部分，我们把 softmax 改成了 arcface loss。arcface loss 是人脸识别领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loss function。那我们把它接过来之后，我们发现它性能就会提升非常多。那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strong baseline。你可以看到这个 single model 的成绩 ，ResNet 101， private label 可以达到0.950。那如果看 private label 成绩的话，其实这个单模型的成绩已经可以排进 top 20。甚至我在做几个模型的 ensemble 之后，我这样的一个模型就可以达到一个金牌区的水平。然后下面讲一下这个比赛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rick， 就是我们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会对图像做一些增补，对图像做一些随机的扰动，然后加进训练来扩充我们的训练集，让我们的数据变得更多，对吧？所以说像左边这个鲸鱼尾巴的时候，我们把它 flip 一下，然后它会变成一个镜像的鲸鱼尾巴，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加进训练，可以提高我们模型的性能。但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trick， 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trick work。 我们把一个鲸鱼的尾巴 flip 之后，左右 flip 之后，我们把它的 ID 变成了一个新的 ID， 它已经不是原来那只鲸鱼了。然后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为什么会 work， 而且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 work？ 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鲸鱼的尾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鲸鱼尾巴上面会有很多纹理，然后这个纹理其实是左右是有明确的语义的，其实跟人脸一样。人脸的话，其实人左右脸看起来是对称，但实际并不是。然后有人左脸有一个痣，对吧？如果你把他的脸，把他照片翻转一下，他的痣跑到右边，其实这个人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这可以认为是一个新人。所以这个鲸鱼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 flip 完的这样的一个鲸鱼，就是左边有这个圆圈的鲸鱼，跟右边有这个圆圈纹理的这样的鲸鱼，我们认为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样本，然后他们有不同的 ID， 就我们可以得到两倍的 ID。然后放进去我们的神经网络再去训练的话，我们这样的监督信息很强，然后它学到了左右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feature， 然后最终我们的模型性能就会大幅提升。所以说这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 data specific trick。 在什么情况下这个 trick 不 work 呢？如果这个监狱的数据里面有一些镜像的数据，所以这个 trick 在人脸识别领域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人脸识别领域训练人脸大部分都是网络数据，太多的镜像的数据，所以说这样是不能用的。我们通过实验可以得出，在鲸鱼比赛的这个数据，它的数据是没有镜像存在的。所以说验证得到之后，你发现最终比赛的前三名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 trick， 或者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 trick。然后你发现从第四名开始成绩就已经就有一个 gap 在了。如果你这个比赛你最终在第十名左右的位置，然而你发现了这个 trick 的话，你可以直接到第三名。所以数据 data specific 的 trick 远比这个 task specific trick 要重要。但前提是你把你的 baseline 建得非常的好，非常的 strong，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发现某一两个的 trick， 然后可以很好的 work。 其实在实际工作中也是一样，我们要去挖掘一些数据当中的一些特点。然后下面讲一下这个人脸活体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还蛮特殊的，它是拥有首先讲一下人脸活体检测这件事情。就在人脸识别系统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模块来判断输入的图像到底是不是一个真人。因为会有很多人去攻击人脸识别系统，用手机的照片或者翻拍的照片来攻击系统。那么这个比赛呢，它提出了一个非常 large scale 的一个 dataset， 它有三个模态的数据，有可见光，有红外，有depth 的数据，然后三个模态数据给你，让你来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binary 的 classifier， 判断图像到底是不是真人或者是假的。然后这边大家可以不用太关注，主要的这个数据的特点就是它第一个是 large scale， 然后它有三个模态数据，然后它 train test 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 gap。 它这个 gap 的设置呢，就是训练级的攻击的手段跟 test 的攻击的手段其实不太一样，如果你太 overfit 你的 training set 的话会有问题。那开始我们会搭建一个 baseline， 然后这个是我能想到，而且是其实主办方也提供的一个 baseline。是一个简单的 model， 它有三个分支，分别是不同模态的人脸的输入，对吧？然后训完这个 model 之后，后面是个 binary 的 classifier。训完这个 model 之后，你会发现这 model overfit 非常严重，然后指标非常的差，指标非常的差。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有问题，我们是需要减少过拟合，我们有一系列减少过拟合的方式，对吧？但是尝试了之后，可能效果可能也一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看一下数据的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人脸数据上面可能有一这都是随机抽取的一个负样本的一个 sample， 然后这个 sample 里面就很容易从我们人眼很容易看出来有一些分类的依据，这样是一个真人或者是假人，还存在非常
local 的区域，对吧？然后，然后我们的 local feature， 我们发现就是 local feature 可能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非常的重要。然后 local feature 到底能不能够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呢？然后最近有篇 paper 叫 BabNet， 它就用 local patch 的图像去做分类，在 ImageNet 上面可能有这么高，有87.6%的这样的一个性能。所以这个体现刚才我说的那点，阅读 paper 很重要，就是说它也验证了 idea， 哦 ，OK， 可能 local feature 对它对这个任务是有帮助的。那最终我们的这个模型是这样，就是对于三个模态，就是分别都抽取了它的 local 的 patch 和网络的输入，但网络后部分还有一些细微的改进，就是针对这个正则做了一些额外的正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性能直接就提升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就是它的这个optimize 的过程，还有 loss function 都是很普通的、正常的、常规的一个操作。然后这是它 test time 的一个 augmentation。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六个模型的集成的效果，相比于原来单模的性能，30%已经有了非常质变的一个提升。然后九个模型的成绩可能已经到了99.91%。然后最终的 result， 也是排在第二名。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赛其实它有一个 stage one 跟 stage two。Stage one 的时候，可能有将近10支队伍都已经饱和了，都已经是100%的成绩。看到 Stage two 的时候，就很多人的成绩都已经掉了非常严重。那我们的方法在依然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然后这是这个比赛的一个 shakeout。所以说，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 local feature 非常简单的、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 data trick， 非常的有效。然后，对于你整个 solution 的搭建非常的稳。OK， 我的分享内容大致就是这样。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非常感谢沈涛的演讲，请大家利用好接下来15分钟的提问环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举手，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给您。你刚才提到的有个图像翻转，那个鲸的尾巴的翻转，那最后一层那 softmax 那已经它的那个总分是乘2了。对，是的。那你在 test 级上去验证，其实会出问题的是吧？对，所以说其实还有个操作嘛，你乘以2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砍一下，对吧？然后你先取 argmax， 然后取到最高的 index 之后，然后你从中间截一下，然后你把 index 重新排一下，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最终结果，还是针对它训练结果就是这个 class 的总倍数，不会超出你，不会把你新加的一些作为 softmax 的输出。会，这就是额外的监督信息。额外的监督信息。对，其实那个有一个。非常强的特点就是，你训练出来的，你左右翻转训练出来的那个 feature， 你可以对它做可视化，你可以对它做重建，重建出来的鲸鱼的图，你可以看到是左右对称的。其实它你那个 feature 匹配的时候，其实是个模板的问题。你把重建的图重建出来，它就是一个对称的鲸鱼的图，那它其实等于是一个平均鲸鱼图。对。那后面，因为我看到你也 triple loss 和那个 softmax 一起在使用，那 triple loss 其实它最后是算距离的，和那个 softmax 是两条路，那这个到时候是怎么去一起使用的？还是说我就只是、最终只是监督那个 feature 的训练，最终还是用 feature 算距离，是用 triple loss 的这条路去走？对，了解，好，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提到的那个 local features， 那个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的瑕疵的检测，就比如说现在看过那钢铁赛，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它那种有 flake 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它截出来，然后可以增强那个训练速度。
对，据我所知，应该有人用的就是局部的吧，但只是这个 patch 的大小，应该可能需要再去设置一下。对，谢谢。你好，谢谢您的分享。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不是关于您就是本身这个分享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给我介绍了你拿到那个金牌的一个历程，但是其实我更关注于你在拿到第一块金牌之前你的那个奋斗的历程。对，然后对对对，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还有因为你现在是全职在腾讯工作嘛，那你打Kaggle肯定是一个业余的。那我想问一下您怎么安排您的这个时间的？谢谢。OK， 我可能跟就是一般做 Kaggle 人入门的时间不一样，因为一般做 Kaggle 人可能是学生，就是没有参与工作之前，我是工作一年之后，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可能做了一年，我是之前是一名视觉算法工程师，然后我做了一年视觉算法之后，然后再进入 Kaggle，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工作跟 Kaggle 是差异还是蛮大，然后其实你只要想花时间有热情的话，业余时间还是能够支持的。对，谢谢。喂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一个关于用 Deep Learning 在 Kaggle 比赛中的一个去做实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平常参与的比赛多数就是用归雁不胜虚的，然后我做 F1， 我每一次我也有一个很可靠的答案，说我的performance 进步了多少，但用deep learning， 然后我 hardware 不够长的话，我每次实验要用十来个小时，然后每一次的结果也是随机的，然后是，所以这个也是很真实的问题，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怎么去解决。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验的效率。对，实验的效率非常重要。其实我看到有一些 KOL 选手，其实他有一些日本选手，其实之前组过队的，其实他的硬件不是很强，但是他的实验能力非常强，总结实验的能力非常强。其实你每做一个实验，你如果能够正确的得到一个 conclusion， 得到一个结论，即使你这个实验是错的，对吧？那你也可以排除了，你也可以排除了一个坑。你做一百个实验，你一定要得到一百个结论，即使九十九个结论是错的，你也可以总结出非常好的经验。所以说，我觉得实验效率非常高。因为初期的时候，我有时候做比赛，可能跟一些人组队，我们有非常强的 hardware， 我们有几十台 GPU。我发现 GPU 增加了之后并没有增加我们最终成绩的效果，因为我没有办法管理那么多实验，没有在那么大量实验的情况下还能正确的做出判断。所以说我觉得当然有入门的这个门槛做 computer vision 的比赛可能，但是并不是很高，大概两块 GPU， 然后你保持很高效的总实验记录跟总结，然后高效的得出一些结论其实就可以。补充一句，那可以说一下你怎么样去说你这个实验是可以加进去你最后的一个 submission 里面进去的？我觉得就是你包括刚刚讲的 strong baseline 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可能有一个积累过程，并不是在这一个比赛当中，对吧？Deep Learning 有很多环节，甚至神经网络的政策的方法就有很多，你必须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了解。如果你要堆到一个比赛当中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说你前期你要积累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完整的一个 pipeline。 很多人可能直接拿一个 open source 的 code 过来用，把它当黑盒，那不对，你要建立自己的 code， 你对这个 code 非常熟悉，你哪一块对于训练的影响你要非常的熟悉，你有了这个 code，你的 baseline 可能就是 top 20起，那这样的话你再往你这个 code 上面加一些新的模块，你很容易分析出来你这个模块的性能的增减，能够更快的得出正确的结论。对，谢谢。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如何针对一场比赛，然后去找到，就能够提高他分数的一些论文或者有相关的论文 ？OK， 论文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检索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首先有一些比赛的话，你是能够找到这条分支的方向。如果有一个人脸识别的比赛，你直接去检索人脸识别的这个论文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像比如说刚才鲸鱼的这种比赛，你没有一个说非常庞大的一个脉络说研究鲸鱼尾巴的识别，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数据，看这个问题的定义，就是我说的 understand the data。如果你对这个数据理解的够好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有一些任务非常接近，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看那个接近的那个 task 的相关的 paper， 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的想法用过来，然后可能形成你的一些新的 idea 也说不定。谢谢。我们还有五分钟的问答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好，我看 Kaggle 有一些 curl 赛和非 curl 赛，你怎么看？就是说如果做融合的话，就是有什么区别？ curl 赛的话，因为现在有 curl 赛是可以线下训练，就是线上部署的那种，所以说它时间上面会有些限制，所以需要你的模型更高效一些，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对，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技术嘛，比如模型蒸馏，然后模型加速等等，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对比赛的竞争性或者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对，谢谢。刚才后面有位先生举手的，麻烦工作人员递一下那个麦克风。好 ，Thanks for the talk. A follow-up question about the paper reading. And are you searching for papers that you think might be relevant for a specific competition while you're working on it? Or do you also kind of try to read broadly so that you can kind of think of, oh, I read this paper, a few weeks ago and it might be relevant and go back and pick it up later? The second one. Okay, so you're reading a lot then. Yeah, 所以我就用中文回答他的问题吧，因为大家可能要听见，就是论文我觉得每一天可能是都需要看的。如果你是做 computer vision 的话，那你可能要看 computer vision 各个分支的一个论文，那你可能要有自己 focus 的那一个路线，但是别的分支的论文你也需要去看一些。然后有时候我有一个 idea 是从之前的某一篇撇到的文章里面出现的，这个时候再去回去找那篇文章，然后反过头再去精读。所以说我觉得每天的不管有没有比赛或者说有没有任务，每一天的论文 Deep Learning 这条线路上的论文的阅读是很重要。所以说当你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我发现之前好像有一个 idea 跟这个很像，我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对，这样。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会场老师您好，我想跟您请问一个，您分享那个伪标签这种技巧的用法。我最近在做那个钢铁检测这个比赛，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选取给那个公开的测试集打标签的这些数据，我是按照是我有高置信度的这种没有缺陷的图像给它贴标签加进去呢，还是说是按照那个训练集和测试集同样的分布往里添加数据？因为比赛里面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盘点，你要有一个 local validation， 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local validation。你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 local validation， 你所有的实验都可以通过 local validation 这件事情来验证。所以说你说的这个，伪标签的选取，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做更好。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 local validation， 你可以在 local validation 上实验，你把你刚刚说的几种加伪标签的方式都实验一下。如果 local validation 提升了，那我觉得就是可信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但前提是你把 local validation 做得非常好。对，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比赛我的那个local CV 总是比那个 public leaderboard 高了大概一两个百分点，那这种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可信，我的 CV
其实有一定 gap 是有可能的，就是更有经验的选手可能看数据看得更久，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技巧把这个 local 跟 public 对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稳定的提升，就是这个 gap 永远在，然后提升总是一致的话，其实有时候也是可行的，但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就是还是希望就是 local validation 的建立的时候多花一些时间，不然后面得出结论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好的，谢谢老师。我们还可以提一个问题，还有吗？哎呀，另外一位先生，您可以那个待会儿查些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工，就是有工作，然后对Kaggle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去分配您工作和Kaggle的时间？另外，您是怎么去建立就是工作和Kaggle比赛之间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这个联系还是蛮直接跟紧密的，因为Kaggle上面的一些竞赛的问题，很多都是企业提出来的。然后你包括这个鲸鱼，刚提到的鲸鱼这个比赛，其实非常现实的，他们工业场景想提到一个问题，它的数据分布其实跟工业场景非常像，是一个 long tail， 然后的 few shots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跟你，其实跟大部分人做 CVA 的人的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场景数据很一致。那我看到这样的数据会很兴奋，然后又有一个公开的 leaderboard， 我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参赛选手一起，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我能解决得很好，反馈到我实际工作当中，这样的技术我也能够用上。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 Kaggle 这一年多来工作跟这个竞赛的关系一直是属于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对，我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有其他的人他不一定是做 CV 相关的是工作嘛，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祝福？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Kaggle 竞赛 Computer Vision 的比重变得非常的高，然后其他类型的比赛变得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我现在也不是一个视觉算法工程师，然后我是做 Deep Learning 其他方向的，现在是做其他方向的，但我还是会保持做 CV 这块的竞赛，因为从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数据，你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理解，反过头来就跟刚才那个 paper reading 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我希望我什么样的比赛都能参与进去，从不同的数据当中理解这样的差异，然后可能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灵感，解决不同的问题。对，